花园就是看街。对。十二枪哦，伊顶头写李将军哦，就是咱讲的李景枪哦，就是大太子哦。
活动，比如说啊，以前吼，恁就是啊，就是咱台北市的三项上主要的这个民俗活动啊。啊，这样以前逐年举行这样子是三年一届，所以大家吼爱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哈，好好的观赏这些传统的镇头。三大这个民俗庙呢，除了咱宝生国贸区以外，还佫有咱附近的隔壁厝边，就是咱上海城隍的圣诞老街。